为了广西三月三，我坐了3个小时高铁到柳州，看见两匹公马为了爱情在战斗，放假的中小学生被抓去表演，姑娘们盛装打扮，笑脸迎人，好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今年柳州是广西三月三分会场，活动很多，特别推荐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融水县的孟屋苗寨，有斗马表演、对歌招婿、长桌宴等等活动，夜景很美，古老的苗寨隐藏在山水间，非常梦幻。喜欢拍照的女生建议租一套苗服，走在苗寨氛围感十足。另一个是三江县的城阳八寨，这里有8个侗族寨子，山清水秀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每个寨子都有活动，学生打花炮、对歌、上永济桥、火塘家宴，可谓好吃又好玩。看这个米饭超级好吃。这个三月三，要不要来广西玩一玩？